实我伫咧期待，会当用一个卖伤害到任何人的方式解决问题。所以我才想要靠真儿去跟我妈，改变我妈对你的态度，让伊承认你的好。结果问题根本都无解决。我妈一定是50几岁人啊，我今日一个想就是要伫短短时间内改变伊的个性。我真的是足天真的，其实即摆甲想想的，上该需要改变的人不是我妈，是我家己。当初是我内心，莫受到我妈的影响，坚持我心内的想法，今仔特别发生这样子问题啊！佮之前我就是一直想袂通，希望你会当包容我妈，甚至改变你家己。到最后，你受到这样子委屈，小小，是的。即摆讲这有啥路用？代志已经行到这个地步啊，咱两个人，敢有法度阁继续行落去？不过我也是袂放弃，小小，为着要重新开始，我连为我出来得搬出去，只有安尼做，才能完全摆脱我妈对我的控制。这边我真正是心肝俩瘫痪。绝对无容忍任何人，搁来破坏咱两个人的关系。我嘛袂敢让你受到任何委屈啦。你敢唔惊你安尼做，你妈会伤心？之前我就受过要紧的想法，所以才会我行为愈来愈偏差，嘛让伊认为我对伊的吞忍、一直让步是理所当然。到最后。伊完全拢无法度体会我的痛苦，连伤害无辜的你，拢因为受到真大的伤害。你敢唔惊你的受痛，对你妈来讲是一种侮辱？假使讲做健康的决定对来讲是一种侮辱，那呢我就真正唔知要怎做才是健康。我妈的快乐不应该是用我的顺从，要靠你委屈来得到。你敢唔惊我对你已经失去信任啊？但是你对我有所顾虑，不要紧，我会更加努力去改变自己，让你完全接受我的位置。弟弟，我是要未接受我之前，我绝对袂让你任何暗点。就算你要和我任何考验，嘛不要紧。我拢会完全接受。我今仔来遮，就是要甲你讲这话。好啊，我要来离开啊！我先搬去公司住。